可怕的大蒜第十集，秘密的面纱，所有外星人绑架事件之母，罪言，黑暗之旅，在市中心 White Mountains， 茂密的森林包围着蜿蜒的道路，充满了古老的神秘感。大卫和劳拉米勒开车穿过傍晚清新的空气。加拿大的假期对他们忙碌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喘息机会。大卫白天分拣邮件，劳拉晚上为问题青年提供咨询。现在，当他们穿过寂静的荒野蜿蜒回家时，脑海中仍然充满了宁静的湖泊和星光灿烂的夜晚的记忆。当车头灯划破黑暗时，大卫的思绪飘到了天空中一道奇特的光芒。这道光芒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一直伴随着他们。最初，他认为这是光的轨迹，或者可能是一架遥远的飞机，但他无法摆脱这种感觉，觉得其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坐在他旁边的劳拉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当他们绕过另一个弯道时，他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光芒似乎随着他们一起移动。我想已经越来越近了，劳拉低声说道，他的声音里夹杂着兴奋和不安。大卫皱起眉头，调整方向盘的握力。是啊，他看起来确实跟得上我们的步伐，也许只是附近基地的一架直升机，但他们谁都无法忽视那光似乎在盘旋的方式，几乎是开玩笑，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前面的路延伸成一条长长的孤独的柏油路，两边是高耸的松树，低声诉说着被遗忘的时代的秘密。几分钟过去了，每一分钟都以持续存在的光芒为标志。大卫开始感到内心紧张，原始的本能警告他有一些超出他们控制的事情。劳拉一向更具冒险精神，他微微前倾，凝视着那个发光的谜团。大卫，看，这不是直升机，他惊呼道，声音因兴奋和忧虑而颤抖。他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当他看到光芒突然向他们袭来时，心跳加速，让道路沐浴在超凡脱俗的光芒中。他们周围的空气似乎充满了看不见的能量。大卫把车停了下来，双手紧握着方向盘。他们目瞪口呆地坐着，眼睛盯着盘旋在树梢上空的巨大而安静的飞船。什么？那是什么？大卫喘息着，他的声音几乎低于耳语。劳拉本能地伸出手，在黑暗中找到了他的手指。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保持冷静。这艘飞船与他们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光滑金属，有奇怪的凸起和柔和地闪匿的灯光。他们看着眼前的超现实景象，既着迷又害怕，时间仿佛静止了。突然，大卫感到一阵眩晕，他感觉到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劳拉握紧了他的手，两人都感受到了深深的迷失方向。在黑暗吞没他之前，大卫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森林里诡异的寂静，以及失重地被举升到未知世界的感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或许只是片刻，因为时间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当大卫恢复知觉时，他发现自己倒在汽车方向盘上，劳拉在他身边，同样迷失了方向。黎明的光芒刚开始透过树林，在道路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我们怎么到这里来了？劳拉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因困惑而颤抖。大卫眨了眨眼睛，试着清醒头脑。他的手表停在了凌晨2:04，指针及时冻结了。当他意识到他们现在距离他们最后记忆中的地方已经有35英里时，他感到一阵恐慌。我们浪费了时间，他低声说道，他的思绪飞快地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损失了几个小时。劳拉睁大了眼睛，既恐惧又着迷。大卫，你认为他们带走了我们吗？大卫努力寻找言语，他的思绪充满了恐惧和难以置信。我不知道，劳拉，但不管那是什么，这都不正常。
他们静静地坐着，这段经历的重担像浓雾一样笼罩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回家之旅曾经是一条穿过宁静山脉的熟悉道路，现在却充满了看不见的危险和未解答的问题。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的遭遇只是一个开始，他们生活中的一道涟漪，将解开埋藏在权力走廊深处的秘密，并引导他们走上一条他们从未想象过的发现和危险之路。当第一道阳光将大地沐浴在金色的色调中时，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互相凝视着，他们的双手十指相扣，脑海中浮现出未知的景象。他们在那个命运之夜踏上的旅程将永远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让他们陷入一个真相与欺骗模糊不清、秘密的面纱远远超出星星所能触及的世界。他们的冒险才刚开始。第一章，旅程开始。当大卫米勒驾驶着他们的汽车沿着蜿蜒的道路行驶时，风在松树间低语 White Mountains 在他旁边。劳拉米勒凝视着黑暗，他的脸被迎面而来的车辆的前灯间歇性地照亮。米勒一家刚结束为期一周的假期回来 Canada， 在经历了一年特别繁重的工作后，在宁静的风景中寻求慰藉。大卫是个身材矮胖的人，有着多年邮政工作经验，举止一丝不苟。他握着方向盘，充满了专注的决心。他的思绪通常被邮件路线和即将到来的退休所占据，现在却想到了自从他们越过边境回到美国以来，他胸中一直存在的那种安静的不安。United States， 劳拉身材苗条、体贴、心地善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工作者。她感觉到了丈夫的不安，她不时瞥他一眼，关切地皱起眉头，但她知道最好不要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扰她的思绪。当他们爬上一个特别陡峭的斜坡时，大卫的眼睛在后视镜中瞥见了一些奇特的东西，一束微弱的、脉动的光，似乎在夜空中的星星中跳舞。她皱起眉头，调整方向盘的握力，身体微微前倾。劳拉，他试探性地说，他的声音打破了他们之间舒适的沉默，你看到了吗？劳拉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也发现了那股奇怪的光芒。他睁大了眼睛，他在远处盘旋，在夜晚的黑色画布上投射出超凡脱俗的光芒。有那么一会儿，两人都没有说话，他们的每一个转身都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存在所吸引。什么？你觉得那是什么？劳拉终于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在引擎的嗡嗡声中几乎听不见。大卫犹豫了一下，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不知道，他平静地承认，握着方向盘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这可能是，可能没什么，也许只是一个倒影。但就在他说话的时候，那道光似乎越来越近，带着一种怪异的优雅缓慢地向他们袭来，让大卫的脊背发凉。他的理性思维与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作斗争，一种原始的本能警告他，看不见的危险正潜伏在他无法理解的范围之外。大卫平稳地呼吸着，把车开到路边，关掉引擎并关掉车头灯，他的心在胸腔里狂跳。夜晚将他们笼罩在几乎有形的黑暗中，只有现在盘旋在他们上方的神秘光芒柔和的光芒打破了这一点。罗拉伸出手，在黑暗中找到了大卫的手，提供了一种无声的保证，其意义胜过言语。他们坐在紧张的沉默中，看着灯光有节奏地脉动，在车内投下空灵的阴影。几分钟就像永恒一样，他们仍然呆若木鸡，恐惧和好奇交织在一起，他们的感觉更加强烈。大卫艰难地吞了口水，喉咙发干，他努力为眼前的事物寻找合理的解释。突然，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寂静，似乎在他们的骨头深处产生了共鸣。罗拉喘着气，他的手指紧紧握住大卫的手指，肾上腺素涌入他的血管。光芒短暂地增强了，让他们沐浴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辉中，
留下了在他们眼前舞动的斑点，然后就像他出现一样快，光芒开始上升，退回到广阔的夜空中，直到完全从视野中消失。黑暗再次笼罩着他们，大卫和罗拉陷入震惊的沉默中，试图弄清楚这场令人费解的遭遇。大卫，劳拉最后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在周围的寂静中几乎听不见。那是什么？大卫慢慢地摇了摇头，他的思绪飞快地想明白他们刚刚目睹的事情的真相。我不知道，他平静地承认，声音里夹杂着敬畏和不安。但不管他是什么，他不像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他们坐在随后的沉默中，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因为这次相遇的重担落在了他们身上。道路在他们面前延伸，蜿蜒穿过群山，就像一条不确定的丝带，引导他们走向未知。大卫深吸了一口气，再次启动了引擎，汽车在他们脚下隆隆作响。他看了一眼劳拉，眼神里流露出坚定和忧虑的混合情绪。我们回家吧，他最后说道，尽管话语中回荡着挥之不去的恐惧，但他的声音依然平静。劳拉默默地点点头，目光注视着前方的路，继续上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将在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将他们带入一个充满秘密和启示的世界，他们从未想象过。当他们深入山的中心时，风再次吹过松树，带来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在他们到达安全的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困扰着他们。他们殊不知，他们的旅程才刚开始。第二章相遇。夜晚的空气清新而宁静，大卫和劳拉米勒站在车旁，抬头凝视着漆黑天空中广阔的星星。与神秘光芒的相遇让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他们的思绪在思考他们所目睹的一切的意义。大卫紧张地踱着步，他的眼睛扫视着地平线，仿佛期待着光芒随时会回来。罗拉站在附近，双臂抱住自己以求安慰，他的目光盯着几分钟前那盏灯盘旋的地方。我简直不敢相信，劳拉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在周围的寂静中几乎听不见。你认为这是某种太空船吗？大卫犹豫了，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相互矛盾的想法和情绪。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他最后承认道，声音里夹杂着恐惧和敬畏。但无论他是什么，他都不像我见过的任何东西。仿佛在暗示，空气中突然袭来一股寒意，让两人都不禁打了个寒战。大卫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手表，结果发现他已经停在晚上10:03了，正是那道光芒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刻。我们需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大卫平静地说，尽管内心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他的语气依然坚定。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罗拉慢慢点头，眼睛盯着前方漆黑的路。但是我们如何开始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他轻声问道，声音有些颤抖，夹杂着好奇和担忧。大卫还来不及反应，一种微弱的、有节奏的声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一种低沉的、嗡嗡作响的嗡嗡声，似乎是从路边森林的深处发出的。当他们紧张地交换眼神时，空气中充满了期待，周围的怪异气氛增强了他们的感觉。然后，他仿佛凭空出现，一艘巨大安静的飞船盘旋在树梢上方，沐浴在超凡脱俗的光芒中，让他们脊背发凉。当大卫努力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事情的严重性时，他感到胃里一阵痉挛。这艘飞船与他们从未见过的一样，光滑的金属表面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没有明显的接缝或窗户。他毫不费力地悬停在半空中，仿佛违背了万有引力定律。当大卫感受到这一刻的严重性时，他的呼吸梗在喉咙里，他的大脑飞速运转，
为无法解释的事情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罗拉站在原地，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夹杂着恐惧和着迷。当他们敬畏地看着时，他伸出手，找到了大卫的手，以一种沉默的姿态表示团结。嗡嗡声越来越大，让夜晚充满了一种期待感，似乎与他们的心跳同步跳动。然后，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飞船底部的一个舱门开始慢慢打开，发出柔和的脉动光芒，洒入下面的黑暗中。当大卫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时，他感觉到肾上腺素在他的血管中涌动。有些人影从太空船深处浮现出来，身材高大，修长，四肢修长，杏仁状的大眼睛闪匿着超凡脱俗的智慧。他们以一种流畅优雅的方式移动，当他们下降到下面的地面时，他们的动作几乎是空灵的。罗拉喘着气，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大卫的手。这些生物慢慢靠近，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米勒夫妇，目光的强度让他们脊背发凉。当大卫努力理解访客的本质时，他感到既恐惧又惊讶。其中一人向他们伸出了一只手，手指修长而纤细。大卫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迎接这个手势。这个生物的触感出奇的温柔，当他接触到大卫的手掌时，他的皮肤摸起来很凉。然后，在一系列的图像和感觉中，记忆涌入大卫的脑海。在无菌环境中进行的检查的碎片，无言的探究性问题，深深的好奇心与奇怪的熟悉感混合在一起。劳拉轻轻地向后退了一步，被即将吞噬他的情绪所淹没。他能感觉到这些生物存在于他的脑海中，他们的想法和意图以一种超越语言或理解的方式暴露出来。这场邂逅看似漫长，却又转瞬即逝。一切一开始，人们就撤退到太空船中，舱门关闭时发出轻柔的嘶嘶声，回响在整个夜晚。飞行器又盘旋了一会儿，仿佛在向他们告别，然后迅速上升到天空中，消失在视野中。大卫和罗拉目瞪口呆地站着，一言不发，他们的大脑努力应对刚刚经历的可怕事情。夜幕似乎再次降临，他们独自站在荒凉的路上，他们的世界因与未知的相遇而永远改变。我们需要告诉某人，劳拉最后说道，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沉默，他的声音颤抖着。大卫缓缓地点点头，思绪飞快地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但谁会相信我们呢？他目光盯着太空船消失在夜空中的地方，轻声问道。我们必须尝试，劳拉坚持说，尽管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折磨着他的内心，但他的语气坚定。我们不能把这件事留给自己。带着共同的决心，他们回到车上，继续回家的路。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疑问，他们的心因他们现在所携带的秘密而沉重。道路在他们面前延伸，蜿蜒穿过群山，就像一条不确定的丝带，引导他们深入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的核心。他们殊不知，他们的相遇只是一个开始，一段旅程的序幕。这段旅程将带他们超越他们理解的极限，进入一个真相与欺骗以他们从未想象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世界。第三章，错过的时间。当大卫米勒 David Miller 驾驶着他们的车沿着蜿蜒的山路行驶时，仪表板时钟的光芒显示为晚上11:47。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他和劳拉之间留下了明显的紧张关系，他们的思绪都在努力思考他们刚刚目睹的令人费解的遭遇。车内诡异的寂静反映了周围森林令人不安的安静，只有夜风中树叶偶尔发出的沙沙声打破了这一点。大卫偷偷看了一眼身旁的罗拉，昏暗的仪表板灯照亮了他的侧影。他皱着眉头陷入沉思，嘴唇紧闭，凝视着笼罩着他们的黑暗。他渴望向他伸出援手，给予他安慰和保证，
但他们共同的不安让他保持沉默。当他们绕过道路的一个弯道时，一种奇特的感觉席卷了大卫，一种突然的迷失方向，仿佛现实的结构在他们周围发生了变化。他摇了摇头，试图驱散心中的迷雾。再看了一眼时钟，他猛然意识到，距离他们第一次看到天空中的神秘光芒已经过了近两个小时。劳拉，他低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确定。我们开车多久了？罗拉转向他，他的表情反映出他的困惑。我不确定，他承认，他的声音略高于耳语。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大卫，已经快半夜了，我们怎么就少了两个小时呢？大卫的心跳加速，一股恐惧在他的胸口收紧。我不知道，他回答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沮丧。我不记得了，我们看到光之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罗拉的眼睛搜索着他的脸，他的脑子里飞快运转着一千个未解答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出了什么事吗？他迟疑地问道，他的声音泄露了折磨他的恐惧。大卫犹豫了，他的思绪飞快地思考着缺失的时间。我不知道，他最终承认，他的声音在引擎的嗡嗡声中几乎听不见。但是感觉有些不对劲。他们继续在不安的沉默中前行，道路在他们面前无尽延伸，他们试图将支离破碎的记忆拼凑起来。大卫的脑海中回放着一些画面片段，耀眼的光芒、失重感，以及似乎在他内心深处回响的深沉、令人不安的嗡嗡声。突然，罗拉喘了口气，他的手飞到嘴边，大量的记忆涌上心头。大卫，他急切地低声说道，睁大了眼睛，惊慌失措。我想起了什么？大卫转向他，他的心因期待而狂跳。他是什么？他催促道，声音里夹杂着希望和恐惧。我记得被举了起来。劳拉努力寻找词语，他的声音因回忆的沉重而颤抖。有生物，他们正在检查我们。大卫的呼吸卡在了喉咙里，他的思绪因他的话中的含义而混乱。什么？你什么意思？他艰难地哽咽了，车里一片压抑的寂静，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罗拉闭上眼睛，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他努力说出那些铭刻在他记忆中的超凡经历。他们不是人类，他终于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在大卫耳中的血流中几乎听不见。他们有一双大眼睛，而且他们是如此寒冷。大卫向他伸出手，他的手在黑暗中找到了他的手，试图为他提供他们都迫切需要的力量。劳拉，他轻声呢喃，声音里充满了感情。我们需要找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他默默地点点头，握紧了他的手，在寂静的夜里继续前进。他们共同经历的重担沉重地悬在他们之间，就像一个无声的幽灵，萦绕在他们走过的每一英里。当他们终于接近家乡的郊区时，第一缕微弱的黎明光线开始为地平线涂上粉红色和金色的色调。夜晚的阴影不情愿地退去，让位给新一天试探性的曙光，这一天有望解开将他们困在网中的谜团。但在内心深处，大卫和罗拉知道他们与未知的遭遇还远远没有结束。缺失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让他们走上了一条通往他们永远无法想象的秘密和启示的迷宫的道路。当他们把车开进车道并关闭引擎时，笼罩在他们周围的沉默孕育着未说出口的问题和恐惧。他们庄严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无声的誓言在他们之间传递，誓言不惜一切代价揭露真相。他们的旅程才刚开始，前方的道路无限延伸，
通往充满危险和希望的不确定未来。第四章，解开记忆。米勒夫妇在新罕布夏州的古色古香的家坐落在树林中，其舒适的外观掩盖了自从怀特山那个致命的夜晚以来，墙壁内一直存在的紧张气氛。大卫和罗拉表面上恢复了正常生活，但在表面之下，不安的暗流依然存在。大卫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一边翻阅邮件，一边全神贯注地皱起眉头。一堆信封似乎在嘲笑他们平凡的生活。劳拉在厨房里熟练而有效率地走来走去，她的动作暴露了她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焦虑。他们之间陷入了沉重的沉默，只有冰箱发出的柔和的嗡嗡声和偶尔传来的纸张沙沙声。他们避开对方的目光，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努力将难以解释的事物与熟悉的世界调和。是劳拉打破了沉默，当他走向大卫时，他的声音试探而又坚定，带着一种从他们相遇那天晚上起就在他内心积聚的紧迫感。大卫，他轻声说道，眼睛在他的脸上寻找着任何理解的迹象，我们不能一直忽视这一点。我们需要谈论发生的事情。大卫从一堆信件中抬起头来，他的表情混合着忧虑和不情愿。他知道劳拉是对的，他们不能继续将恐惧隐藏在正常的外表下。但那天晚上的记忆仍然像阴影一样萦绕在他们的生活中，让他们对自以为知道的一切产生了怀疑。我知道，大卫轻声回答，叹了口气把邮件放在一边。但是，我杂志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一切都是那么超现实。当罗拉点点头，激动得喉咙发紧，他拉开大卫对面的一张椅子，伸手去拿大卫的手时，他的手微微颤抖。我一直在做噩梦，他低声承认，声音几乎没有超过呼吸。生动的梦，关于那道光，关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大卫紧紧地握着罗拉的手，听着他的忏悔，一股保护欲涌上心头。他看到了他眼中的忧伤神情，感受到了他们在黑暗中醒着的夜晚，与那些拒绝凝聚成有形的记忆碎片的夜晚，感受到了他触摸中的颤抖。我一直也有感觉，大卫犹疑地承认道，他的声音哽在喉咙里，闪现出在其他地方的记忆，不完全是记忆的记忆。罗拉认出了他，睁大了眼睛，一丝希望与恐惧交织在一起，在他的脸上刻满了担忧的皱纹。你认为我们被带走了吗？大卫犹豫了，他的脑子里飞快地思考着这种可能性的含义。他一直为自己的理性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为最无法解释的现象找到逻辑解释的能力而感到自豪。但现在，面对他们共同经历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发现自己正在寻找他无法掌握的答案。我不知道，他最终承认，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厨房里几乎听不见。但是，我们需要找出答案，至少是为了我们自己内心的平静。罗拉慢慢地点点头，目光坚定，与大卫的眼神交汇，眼神中充满了决心，掩盖了他的不确定性。有一个我读过的人，他试探性地说，每说一个字，他的声音都变得越来越有力。一位专门研究催眠的心理学家，也许他可以帮助我们记住。大卫考虑了他的话，权衡了深入研究困扰他们两人的记忆的风险和潜在回报。他知道催眠是有争议的，他可以轻松地挖掘出埋藏的创伤，就像他可以轻松地解开被遗忘的真相一样。但他也知道，他们不能继续活在不确定的境地，夹在共同经历的碎片和自己怀疑的确定性之间。好吧，他终于说道，尽管内心翻滚着，但他的声音却很平静。好吧，我们去找这位心理学家，看看他能做什么。第五章，催眠启示。
在心理学家的办公室里，一间朴素的房间里充满了柔和的灯光和白噪音机舒缓的嗡嗡声。雷诺兹医生坐在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对面，他们舒适地靠在豪华扶手椅上。当他们准备深入潜意识深处时，气氛充满了期待和一丝惶恐。雷诺兹医生调整了一下眼镜，目光在大卫和罗拉之间来回移动，既好奇又专业。好吧，我们开始吧，他用平静而安心的语气说。大卫和罗拉交换了短暂的眼神，双手交叉在彼此面前寻求安慰。劳拉的手指紧张地抽搐着，暴露了他内心的混乱，而大卫的表情则坚忍不拔，在坚定的外表下掩盖了他的不安。现在我希望你们两尽可能放松，雷诺兹博士继续说道，他的声音让他们平静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呼气。他们答应了，安静的房间里呼吸一致。催眠有道从雷诺兹博士的温和提示开始，引导他们进入一种高度意识和接受性的状态。大卫，我希望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你们相遇的那天晚上，雷诺兹博士指示道，他的声音节奏舒缓。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看到了什么？回忆起那个致命一夜的事情，大卫的眉头微微皱起。我们开车穿过山，他慢慢地说，声音遥远而清晰。天很黑，路似乎没有尽头。然后，我们看到了光明。劳拉的手不由自主地收紧，全身颤抖起来。他能感觉到那些记忆在他意识的边缘蔓延，难以捉摸却又清晰可见。那光很亮，罗拉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他在我们上方，跟随我们。我感到好奇而不是害怕，雷诺兹医生鼓励地点点头，他的笔放在记事本上，准备记录他们的话。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停下了车，大卫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遥远，仿佛回到了那一刻。那光，他向我们下降，盘旋在树木上方。我记得感觉冻结了，无法移动。劳拉的呼吸变得急促，每次回忆他的胸口都会起伏。我想跑，但我跑不了，他轻声承认。我被迷住了，雷诺兹博士点点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进而，大卫犹豫着，努力处理从潜意识深处浮现出来的片段记忆。有一些人影、生物，他低声说道，声音微微颤抖。他们接近我们了。在罗拉紧闭的眼帘下，眼睛在眨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那些铭刻在他记忆中的超现实画面。他们不像我们，他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因恐惧和惊奇而颤抖。他们的眼睛，他们具有洞察力。雷诺兹博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记下每一个细节。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带走了我们，大卫哽咽着说道，他的声音充满了感情。我们被提升，进入飞船。劳拉呼吸急促，闭着的眼睛涌出泪水。里面很冷，他勉强说道，声音几乎像耳语。到处都是灯光。雷诺兹博士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他的同理心以微妙而精确的方式指导了会议。慢慢来，他温和地鼓励，你在这里很安全。慢慢地，记忆像一幅奇异的遭遇和莫名其妙的检查的挂毯一样展开。大卫和劳拉讲述了他们受到奇怪仪器的影响，他们的身体受到一些实体的探测和审查，这些实体的动机仍然难以捉摸，但显然是真实的。我们感到，苏尼，劳拉承认，他的声音颤抖着，混合着宽慰和挥之不去的恐惧。好像我们不受控制。大卫默默点头表示同意，
他的脸上刻满了他们共同经历的磨难，就好像他们在研究我们。他低声说道，声音因无奈而空洞，就像我们是标本一样。雷诺兹博士继续引导他们了解错综复杂的记忆，透过每个探究性的问题和温和的安慰来解开他们潜意识的线索。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房间里笼罩着共同的脆弱和不言而喻的理解。随着催眠状态逐渐解除，大卫和罗拉从潜意识深处清醒过来，带着一种新的清醒，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虑。他们交换了一个疲倦但又心知肚明的眼神，他们的联系因进入未知的痛苦旅程而更加牢固。雷诺兹博士把他的记事本放在一边，他的表情混合着专业的超然和柔和的敬畏。谢谢你们两位，他真诚地说，你今天进步很多。大卫感激地点点头，默默地握着罗拉的手，肩上的担子卸下了。我们需要知道，他轻声说道，目光盯着他们不确定的未来的遥远地平线。罗拉靠在大卫的怀抱里，心情沉重，但由于他们共同的真理得到了证实，他的心情却异常轻松。现在我们可以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他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脆弱的希望，这种希望源自于他们催眠启示的深处。当他们离开雷诺兹博士的办公室时，他们的催眠启示的回响像令人难忘的旋律一样在空气中萦绕，证明了人类精神在面对无法解释的奥秘和未知的存在领域时的韧性。第六章，政府介入。围绕着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涉嫌遭遇外星人事件的媒体风暴引起了政府最高层的关注。在一座不起眼的政府大楼深处，一间灯光昏暗的会议室里，特务汤马斯卡特坐在一群高级官员中间，气氛很紧张，充满了秘密和未知的重量。我们不能承受这件事的任何泄露，一位官员局长威廉海耶斯 William Hayes 严厉地宣称，他的声音打破了沉默，确认这些报告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卡特特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以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的态度而闻名。他审查了他面前的档案，这些文件包含米勒夫妇的催眠记录、当晚的卫星图像以及被派往该地区调查的现场特工的报告。尽管他最初持怀疑态度，但证据令人信服，暗示了一些超越传统解释的东西。我们需要控制叙述，另一位官员在一份机密报告上敲着不说，抹黑他们，让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骗局，这以前曾经奏效过。卡特特工微微皱起眉头，他的目光闪匿在大卫和劳拉米勒的照片上，这对普通夫妇陷入了不寻常的境地。在与他们的简短访谈中，他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真正的恐惧，这种恐惧与他自己对官方立场日益增长的怀疑相呼应。长官，卡特特工小心翼翼地说话，如果他们说的是真话怎么办？房间里一片寂静，这个问题就像有形的存在一样悬在空中。海耶斯主管与其他人交换了一个会议的眼神，评估了他们的反应，然后做出了回应。卡特特工，他开始说道，声音沉稳，我们过去处理过类似的事件，大多数结果都是误解、妄想或彻头彻尾的捏造，不能允许这个案件扰乱国家安全。卡特探员点点头，但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未解答的问题。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见识够多了，知道有时事实比小说更离奇。会议结束时，他被指派负责监督抹黑米勒家族的行动，同时继续进行闭门调查。卡特特工精心策划了一场虚假资讯活动，几天变成了几周。新闻媒体谨慎地听取了精心设计的叙述，将米勒家族描绘成寻求关注的人或大规模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匿名消息人士散布有关经济利益或精神不稳定的虚假故事，损害了这对夫妇在公众眼中的声誉。
同时，卡特探员深入挖掘机密档案，拼凑出暗示更广泛阴谋的资讯片段。他发现了几十年前类似事件的报告，每一次的处理都具有同样程度的保密性和紧迫性。他的同事们私下议论着回收的技术、秘密行动和远远超出地球范围的秘密联盟。在调查过程中，卡特特工意外拜访了一位老熟人马库斯·格兰特。格兰特曾是一名情报分析员，后来成为举报人。他带来了透过秘密管道获得的大量文件。他们详细介绍了政府机构遇到外星技术和生物的实例，但对公众隐瞒了真相，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入。格兰特冷酷地嘀咕道，递出了一份标有仅供查看的文件。他们多年来一直掩盖这一点。卡特特工浏览了这些文件，他的不安感随着每一次的揭露而增加。现在很明显，米勒家族的经历并不是孤立的，有一种模式，一种超越国家安全担忧的否认和镇压模式。几个月过去了，卡特特工发现自己陷入了忠诚冲突的网络之中。一方面，他的职责迫使他遵守命令并保护那些被认为对公众来说太危险的秘密；另一方面，他的良心敦促他寻求真相，揭开困扰人类几代人的谜团。转捩点出现在与劳拉米勒本人的一次深夜会面中，这次会面是以一次不公开的采访为幌子安排的。他热情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声音颤抖，夹杂着恐惧和决心。他恳求他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的经验是真实的，有超越他们理解的力量在运作。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劳拉低声说道，他的眼神恳求理解。卡特探员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那次会议，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他知道他必须做什么。卡特特工采取了大胆的举动，开始向以诚信著称的调查记者泄露精心策划的信息。匿名举报导致政府官方立场不一致的细节被曝光，促使公众重新对米勒案产生兴趣。随着真相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假信息运动逐渐动摇，迫使政府重新思考其策略。在下一次高级官员秘密会议上，卡特特工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无法再压制这一切了，他争辩道，声音坚定但充满尊重。人们应该知道。海耶斯主任与同事们交换了一个无奈的眼神，意识到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继续保密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不情愿地同意控制性地发布信息，小心地管理公众的看法，同时承认存在不明空中现象以及需要进一步调查，其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米勒夫妇一度受到媒体的诽谤，但在许多相信他们的故事的人眼中找到了证据。卡特特工被一些人誉为英雄，也被另一些人誉为叛徒。他继续在幕后工作，推动政府内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尘埃落定后，卡特探员反思了所发生的事件。秘密的面纱已经被揭开，哪怕只是部分揭开，让他瞥见了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和神秘的现实。然而，他知道这只是开始，理解的旅程才刚开始。第七章，假信息活动。荧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托马斯·卡特特工坐在那里，仔细研究与米勒案有关的文件。他的任务是调查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的离奇说法，他们声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当卡特探员仔细翻阅文件时，他无法摆脱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这起案件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城镇的另一边，在一家主要新闻网络的一间时尚会议室里，记者和编辑聚集在一起召开策略会议。米勒案引起了公众的想象，但也引起了怀疑和审视。劳拉米勒 Lauren Miller 对绑架事件的感人叙述迅速走红，引发了媒体的大量报道。然而，有关政府参与和阴谋论的传言开始掩盖最初的人类利益角度。早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射进来，罗拉米勒和大卫米勒紧张地坐在客厅里，
观看电视新闻片段剖析他们的绑架故事。主播的语气充满了怀疑，让人对他们说法的可信度产生怀疑。罗拉找着一杯咖啡的手微微颤抖，而大卫则沮丧地绷紧了下巴。他们预料到会受到怀疑，但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程度的审查。在政府机密设施的一间灯光昏暗的会议室里，卡特特工会见了他的上级和情报分析师。当他们讨论压制米勒案影响的策略时，气氛很紧张。摩根主任是一名高级官员，他是一位面容严肃的秘密行动老手，他在房间里发表了讲话。我们不能让这个故事获得更多的关注，摩根导演平淡地说，他的声音充满权威。我们需要抹黑他们，让他们看起来像寻求关注的骗子。卡特特工在座位上不舒服地动了一下。他一直坚信要遵循证据，但遵循官方叙事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扫了一眼眼前的档案，里面满是目击者证词、医疗报告，甚至还有据称是在绑架过程中拍摄的模糊照片。同时，在城镇的另一边，劳拉接到了一个匿名号码打来的神秘电话。那头的声音扭曲，平静得令人毛骨悚然。米勒夫人，那个声音开始说道，你和你的丈夫需要停止这种猜谜游戏。你们所冒的风险比你意识到的要大。罗拉听着，心在胸口狂跳，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线路就断了。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手机，脑子里充满了疑问。回到政府设施，卡特探员深入研究了机密档案，寻找任何可以证实米勒夫妇说法的资讯。他发现了几十年前的报告片段，详细描述了据称与外星人相遇的类似事件，但这些事件已被悄悄地掩盖起来。他的直觉告诉他，这里有一种模式，一种不只是巧合的模式。但每次卡特探员发现似乎支持米勒夫妇故事的证据时，他都会遇到障碍。文件被大量修改，目击者无法追踪，关键证据从档案中神秘消失，就好像有人在积极努力抹去真相。回到郊区的家中，大卫和罗拉接待了一位衣着考究的男子来访，他自称是一家知名杂志社的记者。当他和他们一起坐下时，他露出了迷人的微笑，不放在记事本上。我来这里是为了澄清事实，他平稳地说，声音里充满了同情。你的故事里有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我想澄清一下。你当然明白，我们只是想呈现事实。大卫与罗拉交换了一个警戒的眼神，感觉到了记者话语中微妙的操纵意味。他们以为会受到媒体的监督，但这感觉不同。精心策划，精心策划。卡特特工继续调查，并秘密会见了一位曾经处理过类似案件的前同事。在灯光昏暗的酒吧喝酒时，他的联络人，一位头发花白的前情报官员，名叫马库斯·格兰特低声说话。他们会不择手段地埋葬这一切。马库斯的孤独，他的眼睛警戒地扫视着房间。我以前见过虚假信息、诽谤活动、威胁，这些都是游戏的一部分。卡特特工严肃地点点头，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清楚政府的参与不只是怀疑。他们积极压制真相，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来保护他们的秘密。一天晚上，劳拉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经过篡改的照片，据称显示他和大卫伪造了他们被绑架的证据。这些图像令人信服，用道具和舞台灯光模仿了他们所谓的遭遇。罗拉翻阅着那些该死的证据，他的手在颤抖，感受到了背叛和无助的沉重。随着假信息运动的加剧，大卫和劳拉发现自己被孤立和排斥，朋友和邻居在背后窃窃私语，每当他们走在街上时都会投来怀疑的目光。曾经支持他们的社区现在对他们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不确定该相信什么。然而在混乱之中，
一小群信徒聚集在他们周围，网路论坛充斥着理论和分析，剖析米勒案的每一个新进展。他们分享了与未知事物相遇的证词，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区，因为对外星生命存在的共同信念而团结在一起。在市中心的一栋高层办公室里，摩根主任用冰冷、算计的目光审视着媒体对米勒案的最新报道。假信息运动正在发挥作用，公众情绪开始反对米勒家族，媒体报道也变得越来越批评。但摩根主任知道他们不能放松，我们需要拧紧螺丝，他对他的顾问团队尖锐地说，继续施加压力，我们不能允许表面出现裂缝。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大卫和罗拉努力保持自己的决心，他们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找到真相并得出结论，但结果却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争夺信誉和安全的战斗中。假信息运动给他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迫使他们质疑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一切，但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自己不能退缩，真相就在那里等待着被揭开。只要他们彼此相伴，还有那些相信的人的支持，他们就会继续战斗，克服一切困难，揭开威胁要吞噬他们的秘密面纱。第八章，看不见的威胁。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从未感到如此脆弱。自从他们公开讲述外星人绑架的悲惨经历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危险的转变。这个曾经友善的社区现在似乎笼罩在怀疑和秘密监视之中。事情的开始很微妙，一辆陌生的汽车在不正常的时间停在他们家门外，电话里喘着气，还有匿名信警告他们停止追求真相。他们的家曾经是避难所，现在感觉就像一座被看不见的力量看守的监狱。一个寒冷的夜晚，当大卫从当地邮局下班回来时，他注意到一个人影潜伏在街对面的阴影中。他加快了脚步，摸索着钥匙，心跳加速。那人影消失在黑暗中，让大卫心中升起一股恐惧。劳拉内心也很紧张，他对附近的每一个噪音、每一个陌生的脸都变得异常敏感。身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他接受过毒人的训练，但现在他的本能被恐惧所笼罩。曾经充满活力的社区聚会现在感觉就像陷阱，每个微笑都掩盖着潜在的恶意。当他们发现有人闯入的迹象时，他们的不安达到了顶峰。没有东西被偷，但他们的财物却被翻了个底朝天，令人不安地排列着，仿佛是为了传递一条信息。他们向当地警方报案，但由于没有强行进入的证据，他们无能为力。他们的盟友少之又少，最初联系他们的前情报官员马库斯·格兰特是他们唯一的支持来源。他曾警告他们揭露政府秘密的风险，但米勒夫妇却被揭露真相的责任感所驱使。托马斯·卡特特工曾是他们的调查员，在相信他们的故事后就脱离了网络。他透过安全管道发送了神秘信息，暗示了更深层的阴谋，并敦促谨慎行事。米勒一家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了，这加剧了他们的偏执，认为即使是那些看似同情的人也可能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为了寻求答案，他们决定更深入地进行自己的调查。劳拉翻阅了透过资讯自由法要求获得的文件，发现了经过编辑的段落，这些段落暗示了政府对外星人遭遇的了解的悠久历史。大卫开始规划他们的监视模式，希望能让观察者措手不及。一个下雨的夜晚，当他们仔细研究假期里的老照片时，他们听到外面一阵骚动。他们小心翼翼地透过百叶窗往外看，看到戴着面具的人影正悄悄地朝他们的房子走去。当他们争先恐后地收集证据时，他们陷入了恐慌，闪存驱动器撞在阁楼里，文件撞在地板下。当攻击者攻破前门时，他们怀着令人心潮澎湃的肾上腺素从后门流了出去。
他们在被雨水浸透的街道上奔跑，在小巷和废弃地之间穿梭，呼吸急促。马库斯在树林深处的一间僻静的小屋里安排了一个安全屋，一位老朋友欠他一个人情。一年几天，他们挤在乡村小屋里，生活在对灌木丛中每一次沙沙声和附近道路上每一辆过往车辆的恐惧之中。马库斯偶尔过来，带来了外界的物资和消息。他警告他们，他们的失踪引发了媒体的疯狂报道，人们对他们的动机和理智进行了疯狂的猜测。在孤独的小屋里，大卫和罗拉对他们的未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能否回到原来的生活，还是注定要过着逃亡的生活，永远被过去的阴影所困扰？他们在彼此的怀抱中找到了安慰，从不惜一切代价揭开真相的共同决心中吸取力量。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们知道自己不能永远隐藏，但他们也知道自己不能放弃。在马库斯的指导下，他们开始制定一项计划，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将迫使政府承认他们的故事，并面对他们竭尽全力保护的秘密。但隐藏在他们决心之下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如果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只会导致更多的黑暗怎么办？如果看不见的威胁比他们想象的更强大呢？当他们准备从隐藏处现身时，他们为最后的决战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要么会揭露他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阴谋，要么永远决定他们的命运。第九章，阴影中的盟友。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他们向公众透露的消息遭到了强烈的怀疑和怀疑，媒体的大量关注和政府的否认更是加剧了这种怀疑。当他们渡过这场混乱的余波，不确定该相信谁时，一丝希望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盟友们等待的秘密阴影。马库斯·格兰特是一名前情报官员，后来成为举报人，他一直在远处悄悄监视米勒一家的情况。他对政府秘密行动的幻灭促使他为那些因机密而沉默的人寻求正义。马库斯精心收集了将各种不明飞行物遭遇与政府掩盖行为联系起来的证据，米勒夫妇的案件引起了他的共鸣。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马库斯终于向他们伸出了援手。劳拉的加密电子邮件账户上出现了一条神秘的讯息，敦促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在镇郊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见面。大卫和罗拉怀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同意了，他们的心因恐惧和期待而剧烈跳动。咖啡馆里灯光昏暗，背景音乐是轻柔的爵士乐，与他们秘密会面的紧张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库斯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神情平静，但目光却锐利而坚定。他向他们点头致意，声音几乎略高于耳语，开始解开困扰他们的阴谋线索。你并不孤单，马库斯开始说道，他的措辞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还有其他人相信你的故事，他们看到了隐藏在层层欺骗之下的真相的一撇。马库斯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分享文件和录音，从加密渠道截获的对话片段，军队内部举报人拍摄的身份不明的工艺品的照片，以及冒着一切风险揭露政府精心策划之外的事情的内部人士的证词。我们多年来一直在监视这些行动，马库斯解释道，他的目光坚定不移。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兴趣不仅仅是被动观察，他们一直在积极与这些实体接触，研究他们，并掩盖任何威胁他们控制叙事的证据。大卫全神贯注地听着，随着每一个证据证实了他们自己的痛苦经历，他的怀疑逐渐减弱。劳拉通常是两人中比较谨慎的一个，他感到一股平凡感与新的目标感混合在一起。他们不再是在荒野中呼喊的孤立声音，他们找到了理解他们苦难严重性的盟友。随着夜幕降临，计划在低声交谈中制定。马库斯概述了一项利用他们新建立的联盟的策略，
该策略包括透过值得信赖的媒体管道曝光关键证据，争取同情的立法者的支持，并从战略上挑战政府关于外星人遭遇的官方立场。我们需要有策略，马库斯警告说，他的语气很严肃。针对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但真相总有办法从裂缝中溜走，尤其是当他有证据和勇气支持时。米勒一家点头同意，马库斯的信念和现在落在他们肩上的责任重担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知道前方的道路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但他们也知道自己无法回头。他们的旅程曾经笼罩在恐惧和怀疑之中，现在已经发生了新的转折，转向正义、透明和追求真理。那天晚上，当他们离开咖啡馆时，身后的影子拉长了，大卫看了劳拉一眼，脸上刻满了新的决心。我们并不孤单，他低声说道，呼应了马库斯早期的保证。我们现在有了盟友，我们将一起揭开他们极力掩埋的秘密。伴随着这些话语在秋日的清新空气中萦绕，他们踏上了旅程的下一阶段，在阴影中结成的联盟，在面对秘密和欺骗的情况下，共同追求揭露真相。第十章，真相揭晓。夜晚潮湿而紧张，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在特工托马斯卡特和马库斯格兰特的陪同下，发现自己身处镇郊一个灯光昏暗、不起眼的仓库里，空气中充满了期待和即将公开的真相的沉重。房间里挤满了几位因正直和谨慎而被挑选出来的记者，等待着这一重要时刻。马库斯格兰特，前情报官员，后来成为举报人，站在一小群观众面前，尽管情况很严重，但他的声音很平静。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始说道，感谢你们来到这里。今天，我们将向你们揭示几十年来一直向公众隐瞒的证据。罗拉站在大卫旁边，心里既焦虑又轻松。这是他们一直在准备的时刻，也是他们从普通公民到不情愿的举报人旅程的顶峰。卡特探员坚定地站着，目光在记者和米勒夫妇之间来回切换。他知道这一刻将永远改变他的职业生涯，甚至可能改变他的生活，但他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大卫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一个资料夹，其中包含将动摇国家安全协议基础的文件。多年来，他开始说道，声音清晰而坚定，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受到嘲笑和排斥，但今天我们站在你们面前，不是作为骗局的受害者，而是作为被系统压制的真相的见证人。劳拉点头同意，他的眼睛扫视着房间，寻找任何怀疑或不相信的迹象。在催眠状态下，他继续说道，声音中充满了情感，我们回忆起被绑架的生动记忆。格兰特先生向我们提供的机密文件证实了这些记忆。马库斯格兰特走上前来，神态严肃而坚定。这些文件，他举起厚厚的文件夹说道，详细记录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外星人的遭遇。毫无疑问，他们证明我们的政府已经了解这些事件，并积极努力向公众隐瞒这些事件。记者们交换了眼神，他们的笔放在笔记本上，准备捕捉每一个字。问题在空中飞扬，要求得到几十年来一直被回避的答案。卡特特工走上前，以冷静的权威向记者们讲话。我的任务是调查米勒案，他承认，他的声音承载着多年保密的重担。起初我持怀疑态度，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机密文件网络，证实了他们的说法。他停顿了一下，让大家明白了自己声明的严肃性。我们今天揭露的内容，他继续说道，不仅仅是关于米勒一家或他们的经历。这是一个影响这个国家每一个公民的更大的事实，关于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真相，以及我们的政府竭尽全力隐瞒它。当记者处理他们所听到的重大信息时，房间里一片寂静。摄影机咔嚓一声，捕捉了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卡特特工和马库斯格兰特的表情，
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证明了挑战现状所需的勇气和信念。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记者们仔细研究了这些文件，将他们与历史事件和目击者的证词交叉引用。这个故事在深夜爆发，像野火一样在新闻媒体和社群媒体平台上传播。阴谋论者和怀疑论者都在争论其影响，而政府官员则忙着制定应对措施。对于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来说，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采访、公开露面以及怀疑论者和揭穿者的新一轮攻击。然而，在混乱中，他们找到了一种平凡感和使命感。他们从普通公民到举报人的旅程引发了一场关于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全球对话。卡特特工现在被一些人誉为英雄，但在自己的机构内却被另一些人誉为叛徒，他面临审查和内部调查。然而，他仍然坚定地相信真相必须获胜，无论个人付出什么代价。马库斯·格兰特在暗处继续他的工作，揭露更多秘密并主张全面披露。他与米勒家族和卡特特工的联盟变得更加牢固，因为他们共同致力于揭露真相。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启示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世界各地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和外星人遭遇的兴趣。政府面临着披露机密资讯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举措和新的科学调查。米勒案成为改变的催化剂，挑战根深蒂固的信念，并开辟新的探索领域。他们的故事引起了无数其他经历过类似现象但不敢说出来的人的共鸣。在接受采访和公开露面之间的安静时刻，大卫和劳拉反思了他们的旅程，从孤独路上的一次偶遇，到一场追求真相和揭露真相的全球运动。他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纯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越他们个人故事的使命感。当他们仰望夜空时，他们想知道星星之间还隐藏着那些秘密，等待着那些勇敢寻求真相的人去发现。第十一章，公开启示。华盛顿特区一家著名酒店的大型会议厅，会议厅挤满了记者、政府官员和好奇的旁观者，充满了期待。摄影机间歇性地闪匿，捕捉坐在摆着麦克风的长桌旁的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紧张的表情。托马斯·卡特特工庄严地站在他们旁边，他的行为流露着决心和忧虑。经验丰富的告密者马库斯·格兰特靠在附近的墙上，一边满意一边担忧地看着这一幕。大卫侧头看了一眼罗拉，安慰地握住他的手。他们从新罕布下州安静的山丘上千里迢迢而来，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因一件奇特的事件而永远改变了。现在，他们即将向世界揭露真相。当一位著名记者走上讲台时，房间里一片寂静。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始说道，声音被麦克风放大，感谢你们今天加入我们。我们在这里见证历史上的一个非凡时刻，一个挑战我们对宇宙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的时刻。他停顿了一下，以达到戏剧性的效果，让房间里的紧张气氛加剧。请和我一起欢迎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他们将分享他们对一次超越我们已知现实的遭遇的悲惨描述。当大卫和劳拉站起来面向观众时，大厅里响起了掌声。罗拉深吸了一口气，目光扫视着房间，在茫茫陌生的人海中找到了熟悉的面孔。谢谢你，他开始说道，声音平稳，但充满了情感。今天，我们不是作为受害者站在你们面前，而是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这一事件永远改变了我们对可能性的看法。大卫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充满了信念。2019年6月22日晚上，当我开车穿过怀特山脉时，劳拉和我遇到了一艘我们从未见过的飞船。它静静地盘旋在我们上方，发出柔和的脉动光芒，让我们充满恐惧和敬畏。它讲述了他们在催眠状态下被绑架的细节，冰冷的检查台，
长着又大又黑的眼睛的生物，以及尽管恐惧却笼罩在他们身上的莫名的平静感。劳拉插嘴对外星人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们的动作精确而有条理，就像在进行科学研究一样。卡特特工向前走去，他的存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为政府的调查员，我最初对他们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承认他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但是我们发现的证据，包括几十年前的机密文件，证实了大卫和劳拉的说法。我们知道外星人来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记者们疯狂地记下笔记并拍照，房间里回荡着喘息声。这项消息的严重性悬而未决，对数十年来官方的否认和怀疑构成了挑战。马库斯·格兰特向前走去，表情严肃而坚决。政府一直在进行一场的信息运动来压制真相，他宣称他的声音打破了紧张气氛，但今天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我们要求透明度和问责制。观众纷纷提问，记者们争想询问细节，询问者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探讨对大卫和劳拉的心理影响。米勒夫妇以坚定不移的诚实回答了每个问题，尽管言语中充满了情感色彩，但他们的声音却很稳定。记者会接近尾声时，大卫和罗拉站在一起，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不再只是目击者，而是目击者。他们已成为理解和发现新时代的催化剂。卡特特工和马库斯·格兰特站在他们这边，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联盟。在会议厅外，全世界都以敬畏和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着米勒夫妇被揭露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电视荧幕和社群媒体平台上的争论如火如荼，引发了关于存在本质和人类知识边界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里，更多的目击者站出来，分享他们自己与外星人的遭遇。世界各国政府被迫披露机密信息，导致国际合作和透明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大卫和劳拉退出了公众的视线，再次在新罕布什尔州安静的山丘中寻求慰藉。他们的生活因这次相遇而永远改变，但他们感到安慰的是，他们的勇气为人类历史的新篇章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章中，秘密的面纱正在慢慢揭开，揭示了一个更广阔、更神秘的宇宙。而当他们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星空时，不禁想知道在无数的星星之中还隐藏着什么秘密等待着人们去发现。第十二章，后果。他们的揭露给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带来了旋风。他们发现自己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对某些人来说是英雄，对其他人来说则是目标。尽管最初得到了信徒和好奇旁观者的大力支持，米勒一家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将不再一样。在公开披露此事几个月后，米勒一家就退出了公众的视线，在怀特山脉深处的一间偏僻小屋里寻求安慰。周围的宁静与吞噬他们生活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卫曾经是一名坚定务实的邮政工人，现在却与焦虑和失眠作斗争。他们的经历和不断的审查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他对他们的遭遇以及怀疑论者和政府忠诚者的无情强烈抵制记忆犹新。劳拉·罗尔始终坚韧，并受到对正义的根深蒂固的需求的驱动，在逆境面前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尽管他正在努力应对自己内心的混乱，但他仍然继续倡导透明度和问责制。在讲述自己故事的其他经历者的支持下，他揭开真相的决心始终不屈。劳拉与特务托马斯·卡特和马库斯·格兰特一起不知疲倦地拼凑出证据碎片，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说法，尽管人们一直在努力抹黑他们。然而威胁并没有停止。夜深人静的匿名电话、家门口留下的神秘信息以及潜伏在阴影中的可疑车辆，成为米勒一家面临的严峻现实。显然强大的权力意图压制他们，使他们进一步陷入孤立。
然而，随着每一次威胁，他们的决心都更加坚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掌握着解开数十年秘密和欺骗的钥匙。托马斯·卡特特工因自己参与掩盖真相而困扰，他面临着一种威胁要吞噬他的道德困境。他从怀疑论者到盟友的旅程充满了内部冲突和职业风险。当卡特深入研究错综复杂的机密文件和秘密行动时，他发现了令人不安的真相，这些真相考验了他对他曾经发誓要保护的机构的忠诚。他与米勒家族和马库斯·格兰特的联盟成为黑暗世界中脆弱的希望灯塔，尽管面临挑战，但对真理的追求仍在继续。大卫和劳拉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由举报人和真相寻求者组成的全球网络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题。当他们在阴谋和阴谋的危险水域中航行时，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开会，加密通讯和秘密交流成为他们的新现实。他们的旅程将他们从偏远的前哨基地带到了权力走廊，在那里秘密结成的联盟要么带来启示，要么毁灭。多年过去了，米勒一家的故事成为了改变的催化剂。这项披露引发了一场全球运动，要求世界各国政府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学者和研究人员以新的活力重新审视了数十年前的案例，揭开了一系列违背传统解释的遭遇。大卫和劳拉现在是不明飞行物学领域的资深政治家，他们继续为那些因恐惧和怀疑而被压制的人发声。在他们宁静的山间隐居处，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反思了决定他们生活的动荡旅程。他们的磨难留下的伤疤仍然铭刻在他们的灵魂中，成为人类精神坚韧的证明。当太阳从地平线上落下，在崎岖的土地上投射出金色的色调时，他们感到安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牺牲为未来铺平了道路。在未来，真理无论多么难以捉摸，都将永远不会再被沉默。结语：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米勒一家坐在小屋的门廊上，俯瞰着宁静的湖泊，森林里一片寂静。夜行生物平常的合唱渐渐陷入寂静，一股寒意顺着他们的脊椎而下。他们本能地抬头仰望繁星密布的天空，寻找任何移动的迹象。突然，一道耀眼的光芒出现在他们正上方的天空中，一艘闪闪发光的圆盘形飞船，与多年前改变他们生活的那艘飞船出奇地相似。他们周围的空气充满了电流，他们发现自己呆住了，无法将目光从这令人着迷的景象上移开。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飞船静静地盘旋，就像一个沉默的哨兵悬浮在浩瀚的宇宙中。然后，就像他突然出现一样，他以惊人的速度飞入夜空，只留下挥之不去的光芒和无数悬而未决的问题。当这次相遇的回响消失在夜色中时，大卫和劳拉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这是对他们所忍受和克服的一切的无声认可。这事件再次证实了他们的信念，他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还有一些未解之谜。他们紧紧拥抱彼此，在共同的旅程中寻找安慰，并在逆境中建立牢不可破的连结。这间小屋曾经是逃离混乱的避难所，现在成为了他们坚韧和真理持久力量的证明。在他们宁静的避难所中，大卫米勒和劳拉米勒凝视着星空，心中充满了惊奇和平静的决心。他们知道他们的旅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宇宙还有无数的奥秘等待被发现。当他们在温柔的夜色中渐渐入睡时，他们会感到安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敢于挑战阴影，照亮背后隐藏的真相。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的 podcast。如果你喜欢我们对鬼魂、神话、生物和都市传说的探索，请与你的朋友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更多惊心动魄的剧集。下次再见，我亲爱的听众们。